11月10号，网上曝光了一组关于物理神仙姐姐刘亦菲芯片营救飞虎队的鹿头版造型。照片中的神仙姐姐身穿解放前款式衣服，虽然一副穷苦劳动人民的扮相，但是她的巴掌大小脸蛋还是在一众路人甲中显得十分突兀。小编觉得人最靠衣装，但是脸还是最重要。据悉，刘亦菲在芯片营救飞虎队中饰演的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要知道，神仙姐姐之前饰演的角色都是超级清纯的，各种清丽脱俗，冷眼惊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他这次挑战与自己形象反差这么大的角色，小编内心还是有点掩饰不住的小激动呢。不知道他会把这个寡妇演绎成什么样呢？更不知道物理纵成线欧巴看到这样的神仙姐姐会不会欣然接受呢？芒果拉新闻，神仙姐姐无论变成什么样子都是萌萌的呢。报道。